attention, please. Singapore Airlines is waiting for passenger Connor Paul Riley. Passenger Connor Paul Riley, please come to gate G94 for the version.打耳洞，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耳洞。现在就感觉很怪，因为呢，季节，我的相机自己在这里拍，就感觉自言自语，好痛啊！我已经红晒了，我已经红晒了。这个。 中间没怎么 vlog， 因为感觉很乖，就你在走路嘛，然后呢，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你，就是拍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。然后今天呢，我生病了，对，然后这两天都没有 vlog， 因为就太懒了，就没有 vlog。然后今天呢要去桂林，所以呢，我就想 vlog 一下。 就生病了嘛，然后就说不出话，然后感冒，鼻塞，就 very 的不舒服。 刚刚呢，已经就是坐上来了嘛，然后刚刚爬上去了。西桂林米粉。现在呢？
在阳朔，然后这里呢就，然后下了雨，所以呢就不是特别的热。小龙坎，我又剪短发啦！哎呀，坐在风扇前面好一点，太热了啊！然后呢，刚刚去剪了一个短发，上次剪短发的时候呢是两年前的，那我觉得夏天剪短发就看起来就感觉会比较清爽一点吧。虽然我妈说的就是短发夏天太热了，但是蝎子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要走了，我们大家来找点东西吃，不知道吃什么。晚上好，然后现在呢就回到家了，然后给大家 update 一下今天去种了睫毛。其实一开始呢没有想去种，但是呢就我朋友的妈妈就带我去弄。